不知不觉新年呢、啊，再多两个礼拜，整个是要开始了。然后呢，还没有开始之前，我们要讲新话是福利先，新话先，福利藏在尾巴。水蜜桃啊，跟大家说一下，大力的也是一样有粉丝价。然后呢，这个锦盒大家看到过，看到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美啦，而且都是很棘手的嘴熟啊。然后另外还有到了一个粉色的另一个公司出的，它也是这绿色 sticker 这公司，然后呢它的颜色会带偏粉一点，然后跟这个锦盒来比较了，锦盒是比较红的，所以它的差别是这样的。如果你问我哪一个比较好吃呢，都是好吃，香香甜甜又多水，一月份的水蜜桃整个不熟的。看到 Cherry Blanco 忍不住要口水，然后先生呢有准备了这么多会给大家，也是可能是最后的关系啦，还是有一个小福利，都是给粉丝的。哇，180全甜，皮一点酸都没有。爱吃 Cherry Blanco 粉丝们快点下单，这一批非常甜的。哇，人潮真的是好多啊！新年了啊，刚有人潮了。最新的韩国的嘎嘎狗已经体验过了啦，然后呢，一只狗也来新货。哎，为什么跟之前包装一样啊？还是怎样啊？新年不是新包装吗？我们也是支持一个老板外啦，所以真正的韩国的在市场上也是非常少，所以大家看到个古灵精怪盒子呢，它不一定是韩国的，这些呢有八个有一个都是真货。新的款式柑橘呢已经是来完货了啦，大家要选的整个是要现在下单预定，然后呢每3箱到5箱呢都有扣一个3到5块钱给大家的，已经是一个福利价。要抢最好的价格呢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下午过来门市自取啦，就是呢过了我们早上的繁忙时间，大概1点到5点之间呢，我们都会额外扣过刚才所说的福利的2块钱，就是原本已经扣了3到5块，对不对？再扣过2块给你，这个已经是超疯狂了。只要你买10盒20盒啊，都有手嘎嘎呀，20盒就已经扣来过一个40块嘞，是不是很值得嘞？超值得。今天分享讲到这里啊，真的是应有尽有啦，要抢单的，整个可以下单了。